好，感恩佛恩、师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，我们启动清明，我们同声开口佛说阿弥陀经，一遍起诵：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起数起孤独园，与大比丘3250人聚，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事长老舍利弗，摩诃目犍连，摩诃迦摄，摩诃迦旃衍，摩诃俱须罗，毗婆多，周利盘陀浅，难陀阿难陀，罗婆罗，迦梵波提，宾陀罗，婆罗多，迦卢陀夷，摩诃揭毗那，摩诃毗卢，阿妙罗陀，如是等诸大弟子，并诸菩萨摩诃萨，文殊师利法王子，阿逸多菩萨，犍陀罗毗菩萨，精进菩萨，以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四谛梵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。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：从此西方过100,000,000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净土，有佛号阿弥陀经，现在说法舍利弗：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净土？同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又舍利弗：极乐国土七重难寻，七重罗网，皆从阿世界世世周遭围绕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又舍利弗：极乐国土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池底存以金山布地，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车城，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车城，玛瑙尔眼四字，其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微妙相解。舍利弗：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又舍利弗：彼佛国土常作天业，黄金为地，昼月60，御天曼陀罗花，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个圣种妙花供养他方10,000,000，即以时时还到本国，凡事精行。舍利弗：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护持舍利弗：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迦陵、平且共鸣之鸟，是诸众鸟昼夜60出河雅，因其音演唱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陀，其土众生闻是音已，皆悉念佛念法念圣。舍利弗：汝吾为此鸟十世罪报所生，舍一者何？彼佛国土无善恶道。舍利弗：其佛国土善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先流变化所作。舍利弗：彼佛国土微风吹动，珠宝行数积宝罗网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中月同时俱奏，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。舍利弗：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舍利弗：与汝意因何？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？舍利弗：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又舍利弗：彼佛普通一切人民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弥陀。舍利弗：彼佛成佛以来，于今世界。又舍利弗：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，皆阿罗汉，非是善事之所能知，诸菩萨众亦复如是。舍利弗：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又舍利弗：极乐国土众生生者，皆是阿比拔子，其中多有一生不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善事之所能知。无边阿僧祇劫，舍利弗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所以者何？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舍利弗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，知此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舍利弗，我见势力故说此言，若有众生闻时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舍利弗，如果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。东方亦有阿处比佛、须弥相佛、大须弥佛、须弥光佛、妙音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布3,000大千世界，说真实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。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，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、明明灯佛、阿阎尖佛、金刚经佛、无量精进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以
其果，诸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。一切诸佛所复念经舍利佛，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、无量床佛、大光佛、大明佛、宝相佛、金光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以其果诸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。一切诸佛所复念经舍利佛，北方世界有念坚佛、最胜音佛、南举佛、日生佛、王明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以其果诸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。所复念经舍利佛，西方世界有狮子佛、明文佛、明光佛、达摩佛、法传佛、持法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以其果诸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。一切诸佛所复念经舍利佛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释王佛、向上佛、相关佛、达延坚佛、杂色宝花延伸佛、娑罗树王佛、宝花德佛、见一切义佛、无须弥山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以其果诸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。一切诸佛所复念经舍利佛，因汝运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复念经舍利佛？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汝是心中者是。问诸佛名者，是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为一切诸佛之所复念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佛，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舍利佛。若有人与法眼尽发愿、当发愿一生阿弥陀佛、国久是诸人等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依般若波罗僧身，若今生，若当生，是故舍利佛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佛。如我今者赞叹诸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而作是言：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，能以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者、见者、烦恼者、众生者、命者中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舍利佛，当知我以五浊恶世行持难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。佛说此经已，舍利佛，及诸比丘、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等，闻佛所说，欢喜行受，作礼而去。佛说阿弥陀经，把一切讲根本得生净土。南无阿弥陀婆夜，多他且多夜，多利夜他阿弥利多婆比，阿弥利多悉檀婆比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帝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多，千弥利切切那，只多迦利萨婆诃。南无阿弥陀婆夜，多他且多夜，多利夜他阿弥利多婆比，阿弥利多悉檀婆比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帝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多，千弥利切切那，只多迦利萨婆诃。南无阿弥陀婆夜，多他且多夜，多利夜他阿弥利多婆比，阿弥利多悉檀婆比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帝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多，千弥利切切那，只多迦利萨婆诃。我们以至真至诚之心，了解到呢，十念佛的殊胜，我们同声开口：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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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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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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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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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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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清楚明白之后，我们会将身体所有的神经血液细胞重新架构，我们同声开口正式皈依，皈佛皈法皈身，皈佛两足尊，皈法律尊，皈身重重尊，皈佛两足尊，皈佛不堕地狱道，皈法不堕恶鬼道，皈身不堕畜生旁生道，皈佛尽皈法尽皈身尽，皈佛皈法皈身，皈佛两足尊，皈法律尊，皈身重重尊，皈佛不堕地狱道，皈法不堕恶鬼道，皈身不堕畜生旁生道，皈佛尽皈法尽皈身尽，皈佛皈法皈身，皈佛两足尊，皈法律尊，皈身重重尊，皈佛不堕地狱道，皈法不堕恶鬼道，皈身不堕畜生旁生道，皈佛尽皈法尽皈身尽，皈佛皈法皈身，皈佛两足尊，皈法律尊，皈身重重尊，皈佛不堕地狱道，皈法不堕恶鬼道，皈身不堕畜生旁生道，皈佛尽皈法尽皈身尽，一切皈白尽。生命的不可思议，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虽然祖先离我们已经非常久远了，但是他的生命能量如同意识流，所以真空蕴藏着巨大的本底能量，它在绝对零度条件下的力量仍存在，称为真空零点能。对凯西·米尔利，一种由于真空零点电池掌若产生的作用力的精确测量，证实了这个物理现象。所以我们要感恩，感恩我们要慎终追远的心。我们从十法界所有的一切都是意识的流动，只要我们了解到扣中心诚哲理，就是将我们所有的恐惧黑暗
就如同在里面当中，不管你遇到的所有的祖先、所有的祖坟的一切问题，家里面所有的不顺，所有的一切原来都是意识的流动，代表任意一个时空点上的真空，它具有的能量和整个宇宙的相等，它是无限大的。所以我们了解到生命不可思议，我们要从扣中，尤其是最重要的，将我们所有的恐惧粉身碎骨，就是重新架构，重新产生新的能量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为我们所有的人类重新架构，活着一定是健康、喜乐、圆满。生命是一连串的体验，终究结束，我们的肉体就是回故乡，这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国度，从零建设到现在阿弥陀佛国度，我们同生集体共愿共成，让所有的人类在这一刻您用的同样的方法必定能够心想事成。我们同声开口，叩五中，即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够遇到善知识、会善知识、集善知识于一处，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，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，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，并转换自身的神经、血液、细胞、染色体、DNA、RNA、基因、原子、原子核、质子、电子、中子、微中子、微子、量子、光子、超光子，乃至于心性之光等所有结构，转换成无量光、无量寿。感恩再感恩，无限的感恩，弟子是众愿十念，愿粉身碎骨在所不惜，法身遍满虚空，承担于一切，只愿成就大众。阿弥陀佛。我们也看到呢，整个不可思议佛法，我们透过我们的古大德虚云老和尚，佛教世人持境界，戒净庄严清净身，了知摄那心地印，身佛无殊一体真。我们也看到人类来自于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也了解到扣中真正代表的就是所有经典的大汇集。我们今日透过清明节，也就是华夏文明、中华文化，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老根的智慧，真正佛法也让我们串联起来，从我们的儒学、道学到佛法整个深入，甚至从西方的基督，从阿拉代表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，从过去至今都是一个恭敬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恭敬当中所成就的。所以我们感恩，感恩佛法让我们了解到真正的大孝，就是让每一个人甚至过去我们祖先完全都能够蒙佛加披，就在这一刻当中跟着佛光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我们的故乡。我们正是将真的新文明、真的新国度，代表一真法界、新天、新地、新的文明、新的智慧、新的 DNA、 新的佛国完全人间显化。感恩台湾，感恩我们的人类地球，带给我们有一个完全可以安身立命创造实相世界。我们从台湾之光、福尔摩沙、蓬莱、仙岛，正式将三宝佛国人间显化，无二无别，宇宙跟我们自身的宇宙合而为一，一切完全交托。只要您秉持着这一份信念，从我们基本的功课阿弥陀经十念放光的108次，三归一，正式归给自信，内外合一，回到生命的源头，重新架构扣中。